重。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琐碎的一些事情，包括吵架这件事情，更多的我听到的是就是互相不理，我们说的叫冷战。对，谁也不理谁。生气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我也不理你啊，你生气了呢，那你也不理我，好像就是这样。对，每次就冷战的时候我就说我会重新，他才会理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来就是为你来的，所以说在你的心里面你就觉得这个女孩我付出的永远比你多？是，我承认。其实刚才左老师说的那我特别赞同，就是你们两个爱情当中啊，没有谁欠谁，因为他没有逼着你来啊，是你自己要来的。你当初下了那么大决心说我一定为你好，我怕我什么都不要了，朋友我也不要了，我直接来了，然后你就该欠我的，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是你自己愿意的。还有，我是觉得女孩，你千万不要指着说男生会把你的心思揣摩得那么透，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更多的是要和他沟通。你们两个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冷着冷着，两颗心就越来越凉了。换一种吵架的方式，哪怕我们当时把话说得很丑、很激烈、很伤感情，那也比永远我不说让你猜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也比那样强。因为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一个是消耗着彼此的热情、彼此的耐心，最终渐行渐远。好，谢谢你。好，谢谢郑老师。来，山达老师。两位其实在感情当中都属于那种极度要求对方爱自己爱很多的那一类，就是极度被爱被宠的那一类。说实话，女孩她当时来到南昌的时候，你除了惊喜之余是不是有一点害怕了？没想到一个月这男孩就为了我抛家舍业的来到我的城市了。当时是挺意外的。意外吧？对。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只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伟大的牺牲，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到一个词儿叫付出。你知道想要毁掉一段关系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吗？就是拼命付出。因为一直付出的这个人，他就会觉得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是有权利的，
因为我付出了，所以呢，我说什么都是正确的，我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不按照我做的，那你就是辜负了我，这就是你的权利。而被迫接受你的这种付出的这个人呢，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会觉得自己是有义务的。但是你知道，当这种义务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一种想要当逃兵的感觉，因为他会想，我没要求你为我付出这么多啊，我怎么了，就你就必须要，我就必须要接受你对我的这种付出呢？我没提出要求啊。所以在你当初一个月之余就跑到他的城市南昌扎下根的时候，他心里是害怕的，因为就像刚才赵川老师说的，你们太快了。你知道为什么动车都要限速啊？因为太快会脱轨，你们的感情就已经往脱轨的方向走了。所以我希望你们慢下来，一个拼命付出的人要考虑一下被迫接受的那个人的感受，那被迫接受的人也别那么矫情，既然你选择了接受，就大大方方的接受，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来，蒲老师。一个说要坚持，却没有足够的坚持的理由；一个说要分手，也没有太充足的分手的借口。我听过女生说分手是因为男生背叛，因为男生不负责任，因为男生有各种不良的嗜好。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女的因为男生要分手是因为她抽烟的。不光是因为抽烟，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一直吵架嘛，然后。但是你却把抽烟这个理由说在了其中。因为我觉得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说了。你可以找很多种借口分手，却没有必要躲躲藏藏。甚至你可能内心在说，我特别希望男生主动说提分手。那么对于我来说，就真的是全身痛快，一生轻松了。其实男生到南昌去，在我看来不是奔着爱情去的，男生去上任了，这个职务就是男朋友。但是在你这儿看来，不是正式录用，而是试用，试试看，看看这个男朋友行不行。所以他是去找家了，你是过家家了。你不要说你从重庆到南昌，好像你付出了很多。任何轻率之下所做的决定，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负担。如果是长相厮守三四年，又热爱工作，又喜欢他，几番纠结之下，忍痛割爱，去了他那儿。那确实是一种慎重的决定，那是一种伟大的付出，但你不是。我猜你在重庆混的也不怎么样吧？你要在重庆做得好，工作干得好，你不会一个月之内马上说去就去，那说明你对工作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所以你也别觉得自己有多委屈，快也好，慢也好，轻率也好，慎重也好，总而言之，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感情太浅。你好好读书，毕了业再说。你回家就找工作，他的将来还有无限的可能，他还没毕业。而你呢，你重要的是工作，趁此机会彼此分开，你好好工作，你好好学习。如果真的忘不了彼此再说吧，如果一分开彼此就相忘于江湖，那就分了吧，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认识你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我一直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份感情。我只是希望你平时能多理解我一下，然后平时也可以为我分担一下事情。我不想这么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你对这份感情的珍惜，其实我也挺认真的。虽然半年时间不长，但是，除去那些吵架的时间，其他时候我觉得我俩还是挺幸福的。我觉得未来的日子还长嘛，我们还是可以改变对方吧。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
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来来，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请亮灯，来，谢谢两位能来，好好打磨去吧，谢谢你们，请回。他们俩这个幸福之路一定会还很长，因为除了需要磨合所谓的情感之外，还有太多的生活习性和习惯都需要磨合。总而言之，如果说这段情感能让他们成长，结果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